哎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学习的就是湖泊老师这个蝶翼团锦并发是三连体的哈，三连体。那这个三连体的我们比较困难，我们分成一二三级哈，一二三级做完了以后就会完成这个样子哈。这个是蝶翼三连花，很漂亮的哈。哎，欢迎大家进入。学习的点阅啊，谢谢。